不要懂吗？你不用再拍子了，你一直找，一直找。走了，开始讲，开始玩，都妹，你有发工资吗？你们现在在看到头，为什么不抖一下，一起抖一下？一百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高雄，我的country，我的家乡，高雄，高雄自立为王是吧？没错，地球蛇，南部王国。高雄王对，来到了大鲁阁草衙道。那现在我们后面的是大鲁阁的那个 VR 家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那个 VR 哦。对。那晚上的话呢，晚上七点我们会在那个博尔特区的 Now and Then 咖啡。那如果不知道在哪里的话，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搜寻一下哦。对，那这魔镜环岛挑战赛今天就要开始，对不对？感谢逻辑冠名赞助播出，感谢逻辑冠名赞助播出。记得买传说对决立体保护壳，预购只剩三天哦，预购只剩三天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Let's move， 走吧。你抖着走过去可以吗？你要去哪？定游戏规则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游戏室了。你会怕吗？不会。今天是新的，很恐怖的，都是僵尸。多了啦，继续再玩。看，等一下，看有一点点闪的灯。好，那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。他都是第一次来玩吗？专业打灯。然后，确定。介绍一下哦，那这是我们的 VR 头显。那我们待会进到游戏室的时候啊，我们需要玩家帮忙我们穿戴哦。那我们待会呢，直接对准这个镜片，然后我们直接对准戴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戴上去之后呢，头往后仰，然后这边有两条飞带，拉起，哦，向后拉。OK， 魔鬼毡，啦，啦，关键。好，好嘞。听懂吗？有。那我们这边先感谢逻辑冠名赞助播出。记得买 SNG 专属传说对决利益宝物壳。快听呐！游戏过程中啊，有两个画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。当玩家你们的画面呢、啊，如果呈现喷血的状况，那代表呢你在是遭受攻击。好，对，大家帮我注意一下你四周，那交你下一位友。对，好。那当你的画面呢？我们有队友吗？你们五个人就是队友，兄弟。扣血跟我讲，我保你。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。如果变成全红的话。代表你已经阵亡了，对啊，阵亡都不用担心，因为这是团队的游戏。会，只要你的队友还不累的话，帮你撑多二十秒，那就可以。个屁！帮我撑二十秒，撑十秒，二十秒，二十，帮我撑十秒两遍。我帮你们撑脚底板了，你们。好，我辅助，我辅助。好，那待会游戏中有三种枪支，我不拿这个，最超累了。冲锋枪跟脚枪是吧？我要冲锋枪。对，那散弹枪呢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，要确实的帮我拉到底。等一下，散弹枪最壮的人，给阿亮。对，阿亮，海牛。阿亮不行啦，给他，海牛不行，其实不会很重。海牛，等下到里面。你那个是吗？你上次轻多，你记得。那冲锋枪跟小枪比较简单，没火化的话呢，从枪口向下，再抬起。好，OK。真的没有上次壮。
隔壁感觉也是，隔壁有一块阵亡了。僵尸。我想大便。七哥害怕。我想大便。七哥怕。到底你要哪个？好，那我背好箱之后就可以开始。
开始戴我们头显了，不要这样就可以戴我们头显了。然后耳机呢，先放好挂。我这个怎么敲啊？好，这是这样戴的吗？哦，等下挂另外一只手，对吗？好，后面挂另外一只手。好，我先放你身上，对吧？好。哦，怎么有这枚？拿小枪的很趴。我是妹子，是不是？拿小枪的很骚哦。你在演魔鬼毡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没有啊一声。大。先仰低头，仰低头戴上去。上面怎么戴？上面就是 T， 对 T， 没错。然后右边有两个那个拉的。哇，好爽啊！小枪好强啊！我操！小枪才有过过过的线，跟地一样高啊！好，我们转个方向。刚刚游戏画面吗？有拍游戏画面吗？有，我老师测一下，没有吧？小枪也太骚了！可以过去看他吗？不行，你要去哪里？抱歉。你们会撞到彼此的都要小心点。哎，在旁边很过来，有变化吗？啊？有变化。有。好，小哥，好，不能说不敢。我翻了。你们给我做运动。是我看着我。你是谁？闭嘴！
给人打脸，快点给我！Oh, God.
全过关了，厉害！真的好累哦。手枪超累的啦，一直在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 bug 了，看我。大宝，大宝，大宝啦！大宝，大宝，大宝！他们会逃出去。还有吗？他开了没有？没开。哦，后面走吧。哇哇哇哇！满头大汗，他在那边后来倒了。我一直在帮你射右边。酸到不行了。谁来升狙？我。来走。来走球。还有是不是？等下是一个轻松的。对了，等一下呢，要玩这个啦。玩过这个，要给他拖朋友下水啊！你们找你们女朋友，三个，找三个，他们在外面，看一下外面有朋友，四个，今天来了一个，妹，没有啦，现在三个，哎，志龙，很累吗？哦，待会要玩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啊，有玩过是不是？对，有玩过了。输刚输了对不对？之前输了对不对？没有，之前我是赢的，我是赢的。好，我是赢的。有过关吗？对，我之前玩有过关。之前婷婷没有玩过对不对？对，他没玩过，他没玩过。你觉得好小 ？Easy 啊，这么 Easy 啦，你觉得一点都不恐怖，一点都不恐怖，才怪，超恐怖的啦。上次有人手牵着手，谁是谁？李俊奇会怕吗？我刚刚一直在。我也是各种姿势哎，你把枪支没怎么用，我都把枪威力很大哎。那就自动保吧。自动保，没有，那个没有。自动保，自动保。还有吗？这边几个？他顶不住啊。还有五个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八个。好，还有五个了吗？还要再加八个？对，八个。好的。感觉你爸就不会怕了。没有，他可能会一拳完的。所以我们今天额外参加者是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爸爸熊猫王啊，熊猫王啊，熊猫王本人，对对对，熊猫王本人啊，这是我哥，这是我哥，这是我的大儿子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一起来挑战这个师生恋。还有一个，这是我的女人啊，星星，初次见面，哇，心碎了，粉丝心碎，粉丝心碎，粉丝心碎，那我们。先进入吧，进入里面。对的。
戏不会，它跟你刚刚玩的不一样，它没有那么积极的跟你去交流。那过程中，如果你们因为害怕而回避闪躲，或是看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被女鬼刺杀。那如果大多数玩家都被女鬼刺杀，倒在桌上，那是就比较惊险。OK， 所以这游戏规则会有任何问题？好，它每回合都是随机，大家一定要非常。嗨。这是前面的剧情最可怕的。好，那提醒各位注意事项一下，在游戏过程中，如果画面让你们很害怕、不舒服、有任何问题，包含你不敢玩小，直接尿出来。不要直接尿出来，对，马上帮我举手，工作人员都会在旁边协助你，那不要你脱掉装备去发生事情。好，那有没有任何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前导故事，我们也不会开始。还有前导故事。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好。怕爆！其实之前就是跟我们玩这个，然后自己就中离了，他就我怕，然后就走了，他就不玩了。然后小编有跟我们玩过一次，小编也是怕的要死，小编一直抖一直抖，他的人物就，真的对不对？人物就一直抖，就是这样，人物就趴在桌上。病情日渐加重了的麻痹后遗症，最后心里就这么多事。自从病情开始，之前那种被终身感觉又更加的难忘。他决定把地上的木板搬开，看个究竟。但经历的路出现了一个女孩的人，只是全身被覆盖着奇怪纸的黄。看十字架，父亲被女儿的尖叫声吓醒，发现女儿像受到惊吓，一个坐在那。又过了几天，女孩的爸爸开始嗅到那股臭味，他们就观看，将发臭的木板移开，自己的小女儿就这么被埋在地板下。他猛一回头，看着原本站在身后的女儿。他咯咯地笑着，他让全镇的人都来玩他们的去小富的家。小富的家。哈哈哈哈哈！开个门也笑到，人家开个门也笑到。Oh no！ 他这样会怕吗？一点都不怕。我一点都不怕。才怪！才怪！这样是对的吗？对。这个拿枪啊！这个是不是在前面？这个就是大家不能看的。但是有人会先趴下，然后他就会说你鬼在谁的后面。好，我们其他人看不到，可是我们就要一直盯着人家，然后说。自动把它。可是你不能，你不能闪躲这个鬼。然后让他看到他坐的那个地方。你要先记住互相的，他先记住大家坐哪里。办法分辨出来谁是谁。我五号，可以喊名字也可以喊号码，然后记一下，反正是我。五号记得比较快，记得比较快的，随便喊。可以记得。记得嘛，那谁要记得？零号，零号。零号。是零，兄弟是零。其实我是一啊。哦，你们两个零跟一。好，那没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帮我把头顶戴上了。上次琪琪没有玩完，对不对？我就刚开始玩就走了。终于要惩罚。才看完介绍就走了。耳机先不用佩戴哦。耳机要戴吗？耳机不用戴哦。这样子可以吗？这首歌怎么变那个？完全看不到你。是李心志吧？
要加我吗？来，大家再好好确认一下，看到你的游戏画面的伙伴哦。他本来就会侦测。玩家都有看到伙伴跟游戏画面吗？有。有吗？好，那这边提醒各位玩家一下，那我待会游戏过程中如果感受到害怕、头晕、不舒服的话，那请玩家先闭眼举手，我们工作人员会向前去协助你们。那我们耳机的音量会比较大声，隔音会比较好。那待会要呼喊彼此的时候，记得要大声一点哦，不然会听不到哦。OK 吗？好的，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帮我把耳机戴上了。所以我现在怎么办啊？戴耳机啊。我说要听女鬼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就叫人呗，盯着他的脸，看他说的那边，就看他说的那边。找到女鬼后，盯着他的眼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亮，阿亮，我志龙很加油，志龙，他现在眼睛是被蒙住了。哦，海娘，接电话。所以这个人如果等一下低头或闭眼睛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。我因为他闭眼睛看到。哦，但是他低头，我们就会发现。他撇开不敢看，你就知道。撇开不敢看，他就是他没看鬼。这个人是谁？这是海牛吧？对对对对。什么？电视房间？电视亮了。游戏的进行方式要盯着女鬼才能击败她，所以要是等于这是海牛的画面，要是他等一下逃避镜头的话，就表示他会怕。他没有，手臂还好吗？
下他们的手，已经牵起来了。是你吗？什么奶？哦，是你大汉。谁？哎，这里很恐怖啦！太可怕了！喂，我看三遍了。哎，这个节奏，不要，这要看他吗？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，这个。哇，又对，还没开始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来看一下。那我试一下。好，可以可以。闭眼睛。不要。不行，不能闭眼睛，别来，别来了啦。来，走啦。看一下，现在还没游戏还没正式开始哦。要开始，这游戏要开始。等下鬼会抽离一个人的灵魂，然后在被抽离的人可以看到鬼在哪里。谁被抽？还没，准备，准备。等一下鬼出现的时候，大家一起看着那边，然后就像海牛的镜头。他在那个四楼后面，四楼后面，四楼后面。四楼。没上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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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。OK。在哪里？还在。哎，海牛，哪里？海牛后面。啊，挂小。海牛旁边。啊，挂小，你走。兄弟，你太烂了吧？还有死了。海龙宝宝。有的没看，有的没看。海牛到位，海牛到位。现在是海牛后面，哦，有人被抽了。到位，到位，到位，是老板吗？在哪边？在哪里？在四楼旁边，四楼左边，左边，四楼，四楼。啊！啊！啊！他被杀了，就聊这个。被杀了，真的死了。
我们要顶了啦。你没有看吧？我有看，他在我正前方吗？我就是在看他。你没看，你没看吗？这样子，要吓到。很可怕吗？刚刚我后面啊，我被插的时候刚后面有。刚刚有个人这样子，是谁？就是你。在我旁边吹风。是你。那就是老板。老板。干得好。是吧？对。卫生纸。你手流汗呢？抓着我。啊！真的两个怕死了。耶！我这真好，我来。不小心咬到嘴巴，破流血了，好痛。咬，而且声音沙哑了耶。谢谢。我就很怕没。你一开始就死掉了耶。我明明就。怎么又坏了？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款游戏。我们玩一下，我们玩一个。哎，七七。七七，你们谁默契最好？谁默契最好？我们两个默契最好。对，我们两个默契。合作无间。那你跟陈仔一组。哈哈哈哈哈！跟陈仔一组，跟陈仔一组什么？你跟陈仔一组，陈仔。谁怕高？谁怕高的？不要，我怕高。谁怕高？我。陈仔跟琪琪啊。干嘛？干嘛？我们两个先去玩一个 VR。先玩一个 VR。我们。对。你们两个默契最好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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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吧。不会啦。不会了，他们先走了，没有，他们两个先玩，我们可以在旁边看，走，他们在后面看的。他安住吧，他现在还在玩家，他要扫一扫。哦，要扫，等一下，先喘一下，先喘一下。每个人都要玩到。你们先坐着休息。他们两个先玩，他们这一组先玩。知道玩什么？秘密。跳高。跳高。跳绳。跳绳。跳。跳糖。你们先坐着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。谢谢。刚刚那个好玩吗？Bang Kelly， 吓死了，超 Kelly 的，我就这样过关嘞，那鬼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这样，然后鬼就啊，哪有你明明就死掉了，那个不会报错了啦，那个鬼就这样，对啊，有报位报错了，在我面前，然后看改良版的比较难报位，因为他不在旁边，以前都在桌上，没有啊，以前都在背后，在背后，但是我因为这位置比较转的够后面才可以。如果他这个结界，他明明在志龙左边，有时候志龙后面。我刚看我的那个结界结起来，都没了。我说为什么？那个女鬼是这样，他原本要这样，原本要这样，然后要走的时候，然后又爆掉，然后又是假的，然后我就被拉到上面，然后他那个鬼真 Q 哎，他真 Q， 超像哎，他那个血超像，他跟之前血他超像的。很痛，那骨头，那鬼就是这样。你会觉得那个很像谁？就看到他那个椅子一个人，超可怕的、啊。蛮吓人。可是老师根本就坐不住。
记得买 SMG 专属传说对决立体保护壳、哦。你的声音怎么了？超太大声了。你要晚上的话，晚上我会到高雄博二，什么？猫眼泪。啊？猫眼泪。猫总，猫总泪。念晚上我们会到博二日区的那个 Now and Then 咖啡，那如果不知道在哪里的话，可以上 Now and Then， 可以上粉丝团看那个看我们的行程。对，然后我们的 SNG 手机壳预购只剩三天，现在满头大汗，超可怕的、啊。你们明就玩好多次，很热啊，很热，去玩啊。去玩啊！去玩啊！你也玩过啊？那你为什么不玩呢？去玩啊 ！Happy 只在旁边笑。Happy 去玩啊！去玩啊！在旁边，在旁边偷点人。我哪有点人？我真的没有点人。要不然谁点的？皮皮点的。皮皮也没有点，皮皮没有。谁摸我后面？你有摸我后面。难怪有一阵凉风，就是过了云山的。这刚好外面下大雨，然后就有风了，吓死我了。说是怎样？说里面有电风扇。他要拿那个伞。我刚被刺死的时候的破风。我们现在等一下要去玩那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游戏，它不是僵尸的，什么宝藏的？对对对，恐怖的吗？不是恐怖，为什么要巨高症？是爽的，是不是？好玩的。好，就我跟你。没有啦，不是你们有巨高症，是你们比较有默契。晶晶双人组。耶。晶晶双人组是吧？要不要？啊？你还记得吗？你们手势来要秀，要秀一波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快点，完蛋，他接不得。你很烂嘞、欸，你超烂的，我跟阿亮都抢。不会啦，他超烂超难的。阿亮快，你要不讲尴尬啊？他比他好了。来吹吧。我跟你追位，我跟他追位就是这个。好，一定会用错了。好，超惨的啦。好，再去，看有没有不会啊。好，好，接着。耶。耶！你吓到我了，兄弟。你在等什么？现在等那个另外一关的游戏 setting， 对。那你们觉得打僵尸那好玩吗？好玩，超累的，不是很累。我超强的，我有三连发，我一直在射小鸟。那没有蝙蝠。我当鸟。那它其实乌鸦哎，近看是乌鸦，它是蝙蝠。我各种秀操作，像蝙蝠，但近看是。Amy， 你有看到我在秀操作吗？没有，我就看你在抖。那个脸吧，他妈那个手枪是的，大哥18就没了。而且为什么你是女的？太扯了，你是这样打，没看我再射一再射，谁死我就一直帮他。啊，亮刚打什么枪？啊，亮刚打冲锋吧。我拿 SMG， 会拿 SMG， 半自动什么？半自动步枪。火神机枪，三个步骤，先嘴巴张开，先嘴巴张开，然后架着，然后开始发出声音，然后开始射，来，好来，不，应该要爽，架着，啊，不，对，不，你，啊，对，像机枪，还好吗？好，你来。哦，你这个是太强，太硬了，兄弟，太硬了。那个是子弹都是一排射出去的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个间隔。太好了，那蛮 OK 的。不，那我们晶晶双人组好不好？晶晶组。晶晶组。
他有点壮啊。晶晶组，晶晶组 ，Go Go。还要呼吸呀、啊！还要。里面是一个深渊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几楼吗？深渊。对。昨天玩的什么？高塔耸入云霄。高塔是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还要带护具。对，他带护膝。他会摔死。真的，他会摔死。Unbelievable！ 摔死，会摔死。太高了啊！太乱了，太高了。有没有那个撑二十秒的那种？加油！撑二十秒再撑。刮风的峡谷。可以。很怕很怕。现在我们在穿护具，准备我们要玩。刚在大鲁阁这个 VR 家外面已经有看到，已经有一群粉丝在聚集了。那想要来现场找我们的观众，要赶紧过来。因为我们活动现在逻辑冠名赞助播出，感谢逻辑冠名赞助播出。因为我们现在活动已经进行到一半了，等下就要结束了。对，那如果等一下有想要过来拍照的，要赶紧过来。对对对。要怎么过来？你可以坐捷运到凯旋站。我们穿呼吸的样子很帅吧？是吗？是凯旋站吗？我不知道。坐捷运到凯旋站。哦，坐捷运到草衙，太久没回来南部了，抱歉。还说自己是在地人。尴尬，假高雄的。还要脱鞋子啊？啊，每个地方都可以。我们进去而已。那应该是太小了。他鞋子，他脚头大。知道吗？对，只要不会脱落就可以。不会脱落，那我可以把它扣在后面。可以。现在在换鞋子。他穿特别鞋子是？他们现在在换鞋子。还要玩一个不是僵尸的，是比较特别的。我来先帮你们介绍游戏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两个道具，就是手表跟魔法。那魔法部分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四周，看都可以让魔法点燃的东西。那有任何朝向你袭来的物品，都可以用魔法把它击退。好。那手表东西打向他们。对对。那手表的部分，两位拿到的画面是不一样，一个是游戏时间，一个是游戏提示。那当你们不知道怎么前进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游戏提示。那两位玩家利用这两样道具，在时间线之内击退里面的怪物，并成功给他终结，就可以获得宝藏。那过程中不要丢下你的伙伴自行前进哦。不要丢下伙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要丢下伙伴，拿着你走，兄弟。什么意思？在想什么？然后，游戏过程中，如果你们会害怕、不舒服，还是有任何问题，就闭上眼睛。这个是亮的背景吗？还是？对。哦，那倒不怕。那不要自行卸下装备，以免发生危险。那怕你们会跌倒吗？会适时扶住你们的身体，这时候不要被我们吓到。好。就是有东西冲过来，怕你们扶不住他，就拿火把吓他。扶不住他怎么办？就是击退。扶住谁？击退。有人讲火吗？扶住我。火，所以是有火了。如果有人趴了怎么办？他趴了怎么办？他不会跌倒的啦。如果踩到空旷区会坠落，但是游戏时间内都还会复活。哦，你不要坠落。坠落就不来了。是森林自由裸露的。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好玩的。这两个是最怕高。我记得站在一个脚印。一人一个脚印。对。他们要带装备。我要脱手表啊。会影响。还要有背包啊！哇。我要降落吧！太酷了！胸前的是黄胸，胸前有空，上下都有。好可怕啊！还有背包，那待会要记得打开降落伞哦。不会吧？是吧？可是好像不够轻。它只要不会降落就可以了。它不是真的救生衣啊！这个不是重点，是不是？对。只是避免的装备。它不是真的救生衣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烫烫的。三个人玩是不是很
打到我，哎，打到镜头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干嘛？等一下，降落伞怎么打开？这样。那两位麻烦双手握拳，双手握拳，好像肩膀。不会吧？不要降落了吧？不要了，这么精神怎么打？很可怕哎、欸。按欸，兄弟，我看到你拿火把。没有。游戏后面等一下这边会有两个人游戏。OK。等一下来帮我们。好。有火把。是，对的。有。现在在做那个装备的设定。那他游戏的画面，他说他们有两只左脚，两只右脚。他们现在在做装备的事。这两个头都低低的，就看到一半。到底是在干嘛？傻逼，没有在看说明。后面没有接触，他们头没有抬到正确的地方。拿着一根棒棒。他们眼睛到底在看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琪琪的画面有拿着火把，是琪琪画面，现在在高空行走的那种。然后会有怪物会飞过来，他们要用火把去拿掉它。他们要找仪器过关。
右边的是存在。脚是哪个？那画面就是你脚的地方都没有地方踩，然后这边的VR体验就是你真的会有踩空。怎么大哥大、啊？哇！
很大呢。找他哥，他麦走。为什么？白痴，再来啊！打棒球，不打。喂！哈哈哈哈！队友。太可怕了，那个你一踩到旁边就是摔死了，而且还摇摇，那个揍的栩栩如生，超晃的。哈哈哈非常可怕。谢。好玩吗？好做。呵呵，都变成流浪汉，世界的流浪汉。我们甚至。有有有。让我按摩多多吗？谢谢。真的可怕。有推荐吗？今天玩哪几款觉得最好玩？这个最好玩，对，最好玩。不恐怖。再来就是没有射僵尸的恐怖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到那个高雄的草衙道伊雅家来试看看。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哎，那我们从那边离开了，谢谢。哎，手表记得。哦。下到手表就掉了。哦。我内裤都撕掉了。那我们今天直播差不多啦。耶、yeah ！你们要玩卡车吗？好，要不要玩？好，我玩。你们要玩卡车再射僵尸吗？这样那个卡车，走啊！走，五个人射击。五、哦。第二集是吧？走啊，兄弟们！来呀！啊，没有，刚刚我们没有玩到刚刚那个跳的，不想跳。你想跳？不是跳的，怕吗？很爽，可怕。因为怕高啊，不会怕高就不好了。会怕高，不然你就没办法玩的游戏。那个太简，那个其实很简单，可是会怕高才好玩。我现在开始怕。哦、对，那你的枪上会配有一把手电筒，请记得要。
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OK， 你会不会把我压倒？你不要，你不要用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压倒。僵尸吗？偏超酷的，真的很酷，但是一台车对不对？啊，真的超哎，这真的货车。绿油货车。好，那你们平时开车跟他一样的，有要什么？我要手枪，我要手枪，我手枪。好，那我继续拿散弹。散弹高手。那我就拿手枪好了。冲锋枪两位跟在他后面，散弹枪最后，散弹高手，好，最后，哎呀，有飞弹，你别把我飞起来哦。哇，这把枪是真枪是吧？小香那个飞的是吗？智龙的视角，旁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都在这边，在看他们玩游戏。
完全没有看到怪物。Thank you.
奶牛好玩吗？奶牛超认真的，欸，所有的人都在看你们玩 VR，欸，我很认真啊，其实我都一直被咬，我一直被那个小啾啾咬我的脸，在我的下面，太酸了，我根本就不想开枪，手是太酸了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开枪了，很真的，每天在打，累死我了，太酸了。好害怕吗？我手枪让你们全部死光吗？我少一点。我烧酸的啊，感觉被买到了就变肌肉。好玩吗？买一组放在宿舍玩。好累。不要，烧酸。那我们今天差不多，今天直播了一个半小时啊。那我们今天中午。中午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那晚上七点呢，在我们的博尔特区 Now and Then 咖啡。Now and Then。对。那因为高雄场的存赛冠军没办法出赛，那晚上呢会改成粉丝见面会，就会像昨天台南场这样子，跟粉丝可能一起玩、一起同乐之类的。那如果想要来找我们的朋友，晚上七点可以来找我们，对，大家一起拍照，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SNG 手机壳预购只剩3天，有兴趣的可以到我们的 SNG 粉丝团。
感谢罗技冠名赞助播出，感谢罗技冠名赞助播出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